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，我是小爱，这里是 AI 起飞站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用 Solo AI 来生成音乐，再搭配极梦生成视频。好，不管你是零基础的小白，还是想提升效率的创作者，学完就能直接上手出作品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分为四大块。我们先讲 Solo AI 的创作模式的实操步骤，接着讲音乐优化的进阶技巧，极梦视频搭配的全流程，结束后你就能完全自己直接上手出作品，还能做出音画同步的短视频。好，咱们马上进入正题。 Solo AI 是专为普通人打造的 AI 音乐生成工具，就像音乐界的ChatGPT， 只要输入文字就能生成完整歌曲，好，包括旋律、歌词和编曲。好，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门槛极低，零基础也能做原创，而且音质清晰，生成的音乐也能直接用于视频配乐创作，甚至作为礼物赠送。好，目前大家使用的是 Solo V3 及以上版本。好，我们登录的界面也非常的方便。好，这边我们直接谷歌登录进去。好， Solo AI V3 及以上版本。好，点击菜单栏就可以直接开始创作。好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免费用户每天有10首歌曲的生成额度，每首歌曲约扣除5点额度。好，高质量的创作可能需要500到1000积分。好，它的应用场景也特别的广，像我们的 B 站的视频的配乐、短剧、动画的主题曲、小红书、抖音的原创音乐作品，甚至还能写歌送给朋友当惊喜，还适合音乐新手做写词练习。好，简单来说，只要你需要音乐，它就能帮你快速搞定。好，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一个创作的入口。好，我们进来之后，这里它因为全是英文，我们要把它给它翻译一下。好，如果大家不懂英文，就用沉浸式翻译把它翻译一下。好，在我的 AI 起飞站，我专门做了一期这一个沉浸式翻译的下载的一个教程。好，大家如果想有需要下载这个沉浸式翻译，可以到我的 AI 起飞站里面去看一下这个视频。好好，可以去安装一个在你的电脑里。好，这个登录也非常的方便，我们可以直接用谷歌账号就能登录进来，点击进入我们的创作界面。好，进入创业界面之后，主要看三个核心区域。好，顶部是我们的模式选择栏，中间的是提示词歌词输入框。好，底部它是一个风格选择区域和生成按钮，右侧则是历史作品和帮助中心入口。好，这里有不同的风格。好，我们新手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。好，比如说你想创作一首纯音乐
或者是带歌词的音乐都可以。好，在这里我们第一步需要在提示框输入需求，好，也可以点这个点，直接让它帮我们自动生成。好，这里可以让它帮我们生成完整的歌曲。好，这边它就直接开始帮我们创作了。它一次会给我们生成两首歌词。好，我们选择一首喜欢的歌词来生成我们的音乐。好，我觉得左边这一首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就选左边这个。好，歌词选好之后，下一步我们需要选择它的一个风格。好，这下面有各种不同的风格，我们在这边选一个合适的风格。好，如果我们做纯音乐，也要写清楚风格和用途。比如说你想选一个轻音乐、钢琴独奏，好，这些都可以。好，选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点下一步创作。好，这边我们需要选一下下面的物品，好，哪一款可以剪断的。好，接着下一个。好，我们再选一次。好，他要选容易剪断的这个。好，选好之后这边他就开始帮我们生成歌曲。好，这边他会帮我们生成四首。好，有两首是免费，还有两首是需要继续生成，但是他需要付费啊。好，这个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好，如果你想生成一个复古感的电子音乐，好，我们可以输入一个80年代的合成流行，旋律轻快，有复古电子音效的这个提示词，然后选合成流行、复古电子两种风格。好，生成后就能得到一段带复古感的电子音乐。好，这边生成好了，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首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首，这个哈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歌曲挺好听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分享出去。好，满意我们可以直接下载。好，这边三个点，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。好，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小红书朋友圈或者是视频剪辑工具里。好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歌曲不满意，我们还可以直接再重新生成。好，我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，好，如果自己输入的是随机生成，好，想让歌曲结构清晰，好，这里如果你是需要商业使用的话，这个需要升级它的一个付费版哈。好，升级付费版之后，你可以商业随便用都可以。好，在这里它还可以，好，在我们这 Solo AI 它也可以直接把这个音乐生成一个视频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生成出来。好，这边生成视频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哦。好，如果我们需要创作歌词或特定结构的歌曲，好，第一步处理歌词，好，可以自己输入或点随机生成。好，想让歌曲结构清晰，一定要加原标签，比如标前奏、标主歌、标副歌。好，第二步写详细提示词，建议用英文。好，包含年代、流派、乐器。好，第三步选风格后生成。好，这样生成出来就能得到结构完整的带词歌曲。好，我们生成出来之后先试听，觉得不满意可以点重新生成，调整参数。好，满意的话直接点下载。好，想要让 AI 生成的效果更精准，提示词要包含四个要素：年代，好，如2020年流行的流派。好，乐器人声，如女团、电子、合成器。好，情绪的用途可以用到欢快，用于电商开箱视频。好，避免模糊表述啊。如果我们只给它这样一个提示词，好听的歌，好，这样我们的描述就太过模糊，它生成出来的歌词可能就不大理想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旋律抓耳的流行歌，副歌有重复钩子。好，这样生成出来的歌曲，它的效果会更精准，也更好听。好，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写这个歌词的话，好，我们也可以交给我们的朋友 ChatGPT。
好，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片，上传一张图片之后，我们让它根据这个场景帮我生成一首适合这个场景的歌曲。好，这边它就根据这一幅霓虹灯的风格插画，好，帮我们生成了一个霓虹雨的这一首歌曲。好，这边它是用英文给我生成出来的哈。好，这首歌曲生成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拿到我们的 Solo AI 去生成，把歌曲生成出来。好，把它复制粘贴过去。好，这边我选择了一个不同风格的一首歌曲。这个歌曲比较的激昂。好，我们可以做成摇滚的，也可以做成一个慢速风格的一个歌曲。啊，这个是一个摇滚的一个歌曲，上面生成了一个比较慢速一点歌曲，感觉还蛮好听啊，是不是？后面这两首生成出来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。好，朋友们，你喜欢哪一首歌曲呢？真的，我们这一个 Solo AI 它的音乐生成出来，好，不管哪一种风格它都能给我们生成，它出来的音乐效果好也是蛮好听。好，我们在 Solo AI 生成好了这一个音乐之后，我们把它下载下来。好，我们来到我们的极目 AI， 好，生成这个图片。好，生成这个图片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生成它这个图片呢，我们可以到 GPT 里面让它帮我们。好，这边我把 Solo AI 这个歌词给它复制下来粘贴过来，我让它根据这首歌曲帮我生成几个精准图片视频的提示词。好，这下面它给我生成了六个提示词。好，我们就用这六个提示词来生成这个音乐的画面。好，到极目 AI 这边来生成它这一个画面的视频。根据这个提示词它生成出来的画面，这是一个下雨的一个场景，有霓虹灯，这是一个夜晚的一个场景。这边它帮我们生成了一个动感的跳舞的一个视频，这是一个多人跳舞的一个视频。好，我们就根据刚刚的提示词一个一个把它视频生成出来。好，生成视频生成好了之后，我们下一步就需要用到我们的剪映。好，我们打开剪映，导入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视频。好，这边我们把视频一个一个导入到剪映里面。好，我们再把我们的歌曲 Solo AI 生成的歌曲下载下来，我们导入进来之后，好，把它放到下面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一个这里有一个水印哈，我们把它放大一点。好，把这个水印给它拉大，拉到看不到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把它调整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怎么样。好，这边我们这个就算做好了。好，总的来说这个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蛮不错哈。好，我们还可以搭配我们好看的图片，再搭配上我们的特效。好，我们的特效搭配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音乐效果。好，如果音乐在卡点你不准的话，可以在这个剪辑页面里手动做一个调整哈。好，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导出这个视频。好，直接这里把它导出来。好，这样一段音画同步的原创内容就做好了。
好，今天我们讲了 Solo AI 的基础认知和创作模式的实操，好，还有提升音乐质量的技巧，还有用极梦搭配视频的方法。好，我们的 Solo AI 它的简单模式生成出来的也较快，好，它的订阅模式啊，生成出来的音乐它会质量会更好，提示词越详细效果越好，视频要跟着音乐的节奏和情绪走。好，我们再来讲一下生成的音乐版权问题。好，这个自己用于个人作品、视频、播客等非商用场景，商用建议看平台版说明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。好，如果这一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后期我会更新更多的 AI 工具。好，这个 Solo AI 和极梦的这个链接我会放在我的视频下方，好，大家有兴趣直接点进去制作属于你的音乐视频。好，看完之后大家赶紧动手去试试吧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期再见。